丝丢放下啊，盘丝丢放下，然后斧头把花开了。OK，旅游瞬间封武装啊，逆天摸摸，把他干了，把他封了。单峰还是岁玉峰啊？碎玉封吧。你这太容易被克阵了，我靠！我们今天就是来备课的，宝宝一号可以。我们这里没别的阵可以开的，不有可能有啊，很别的阵。多什么雷阵？地震啊都行，你反抓他嘛，他肯定开风，对不对？你开个地嘛，你原来有速度就行了呀。下场吧，你要想他怎么想，对不对？是吧？反正已经先打了。大唐比普陀快啊！哇，普陀比他大唐快。你武装带诅咒了没有？装没带诅咒，全队没化光身辉。有是吧？化身化身有有是诅咒，吧？对，化身有诅咒。全队没光辉？全队没光辉，武装带的光辉啊。哦，那怎么全队没光辉呢？这 PK 怎么打？你要说没事，给他武装扔无字巾吧，好吧，给他无字巾无了。然后化身的话，这一波去上个塔巴哈上了，普陀紧箍咒勒，把对面队长勒了啊。宝宝继续一号，还是抽地芙兰吧。我忘记带飞镖了。没带飞镖无所谓了。夜色梦巴黎，大明湖啊！大明湖，有清静了，不封他了。封大行吧，把大行封了。封大行，普陀紧箍咒继续勒，盘丝抽地府，把地府抽了啊！我去下地府。宝宝一号继续，锤子。没带大金，不给女儿孙吃了啊！靠神吧。什么？你一个大金都没带吗？带了两三个吧。坐标队伍带这么多大金干嘛？带了四个回春。来支持啊！韩国风的加法连，法连加起啊！先给盘丝，先给盘丝加法连。大狼开张野兽的是吧？反正野兽离普通没事干，也把他笑一手呗。他好像没丢过破解，他好像效法是够的。我笑，我笑不掉。女儿可以笑啊，没必要封。女儿上去笑化身吧，化身笑掉。OK，女儿笑化身，你普通笑大行把大行笑了。普陀笑大行啊，盘丝的话继续姐妹同心抽地方来。大唐不够哎，文哥。大唐不够，你普陀要干嘛了？我觉得那样，我下把砸大唐了呀。那你这把就砸大行，你不要下把砸，你这把就砸他一手，砸吧。那下把要笑他了啊。试一下他的五行。强金的，也不一定。也不一定，也不一定，不好说。他愤怒上来没用过，不好说。他武装每回加一点。杀了吗？没有，不太会。还可以，砸到五行的话好打很多了。下面下把大唐应该也够。大唐够啊。大唐够唐国就下吧。韩国你就笑，把他们大唐笑掉。他普陀应该也够，
没必要控，其实有紧箍咒都没有，瞎他干嘛呢？你这不累死于对面不进了吗？那你随便你笑吧，我紧我累了，反正他普陀也够的啊。哎呀，不走，我不笑大喊嘛，那笑普陀好吧？趟过来笑普陀，把普陀笑了，比普陀紧箍咒累大喊嘛，大喊累了。OK， 把大喊累了。韩氏的话，先叫宠吧，宠叫了吧。吕耀春单峰啊，封武装，四位神像你给我拿单峰。我要把他第五蓝抽了，再。抽他两手了，再抽一手干净了。嗯。这逼个女儿这么能死啊！是啊。他当然没放，先把他下大堂啊！这地府是没动嘛？我都动。这个刘云娟不该补，你自己给自己补刘云娟。等等等等等等，糖果你就下好吧，你自己对了，普陀自己给自己补刘云娟，没问题。我下大堂是吗？对，下大堂，把大堂下了。他地府可能也够啊，笑了，这几回塔了，三回我干了。我刚刚再把笑的时候，我刚刚再把光回来是吧？那我就下地府。嗯。哇，地府笑了。那我抬塔了、哎、等等吕耀春你下地府吧，吕耀春下地府，我把那个化身套了算了好吧，不想让他破甲了，吕耀春下地府吧。 OK， 那我当时起打的操作，我封一下那个化身他们就很难受了。哎呀我操，没中。大双盯盯几下没蓝了，别盯了，没事，武装回蓝的，我当然稍微那个一下，手抓用掉，他当然应该是没动，笑掉了，没动，没动，没动的话很好说了啊，你糖果加法连给普陀啊，加法连给普陀，然后，盘丝给禁疗，把对面队长禁疗了，然后把队长砸掉，咱宝宝全跟队长把队长干了啊。女儿村这一波的话你可以选择出宠好吧，不用你参与，你出宠吧，禁疗对面的，禁疗对面的就是队长啊，一定要禁疗他，宝宝闭了全部跟他把大堂干了，他一死就开始抽化身了，还是留着偷龙就行了呀，他死了我直接把化身抽了，对啊，然后就开始抽化身了，就无所谓了，我操，两把没套中，我自己吃回来，他不都笑了几回合，两套漫天的真快，我操，搞得没套快了，应该死，应该是很残的，之前砸的手、啊、刘耀春有强风的话就封对面的，封对面的武装吧，武装强风了，没封住，没封住，单封他，单封他，单封他，我直接把他化身偷了，行，你偷了软风偷化身，然后糖果，糖果你去笑普陀，糖果把普陀笑掉 ，OK， 把普陀笑掉啊！我操，但他没死啊！这不坏了吗？大唐惊醒了。往对面一个没动吗？武装没动。
哇，大唐惊奇了。哎呀，他大唐为什么没死啊？我靠了，好多血啊，这是。砸死也行吧。他化身现在几人？没人性啊，他化身。是啊，他化身是没人性。对啊。记得把他勒上，记得把他勒上。韩国还够惊奇吗？韩国。我看有他吗？你有塔没？没有了。没有下个人，看一下吗？没有了。没有了，算了，我精英清掉。我精英。你女儿有碎，女儿有碎玉吗？女儿没有碎玉。没愤怒，没愤怒。女儿封五装，单封五装，把五装封了。我精英把紧箍都解了。韩氏的话，你这一波先抽对面的化身一手吧，把化身抽了吧。开瘴气也行，开瘴气也行。他最魍凉的。没愤怒，让我踩个塔呗。要先封五装。他武装流云我们没凝过吧？凝过吗？没有。那凝啊，他武装是不是没你快进来的时候？不知道。他武装，他武装也要够了。我人心起不来，没人心是吧？他没人心了，挺难了。继续抽啊，继续抽，那肯定抽他的。女儿有花可以控武装，但他武装不够。我给他大唐禁疗，补刀把他进不了，进不了。有点流氓心，进不了。你抽化身嘛，化身抽了，我套化身好吧？女儿虽然封武装，把武装封了。封啊，不能让他给我继续拉个速度圈。可以继续拉速度圈，我只要套中他化身就行了，好不好？他这么难够，把他套中就行了。好了，没中，没血了，他妈的！法连一下，抽两下行不？空了，空了，空了！他妈把他封了！挂死了是吧？队长死不了啊！队长死不了！他有普陀的灯，现在没了普陀的灯，顶掉了好像。关键他武装怎么下？我们下不掉武装是个问题。他肯定要吃回春的。丢个无魂呗，行，你该丢个无魂，就这样。李盘丝先叫个宠吧，我把血刃立了。吕耀春上塔吧，塔上了，好吧。上塔吧。丢无魂还上塔？上塔吧，不丢无魂，好吧。还要尽量的金了吧，好吧。李盘丝，要不继续抽化什么的，抽了吧，好吧。一口都不让他活。出毛的宝宝不出了。正合我也不想出宝宝，出来他妈就被砍半天。女孩武装这边，她武装这边有惊情开了，清风又开了，那她没有愤怒了，她没愤怒开了。抽干净，一定抽得干净。我操，挺大难了。嗯，不是，他现在活血蓝用的很少，你知道吗？他没良心。嗯，他寡云的效果只有一回合了，知道吧？知道我想的什么吗？尽量砸呗，那还有什么？他妈的，他漫天是真爱出啊！系统看不惯我们这作风。再把女儿扔掉那个人，他又点了。他点毛线了。女儿村把盾上一个，糖果活血，糖果加法连，好吧，加法连给普陀加了，普陀这砸队长，把队长砸了，给队长禁疗了，把队长砸了 ，OK， 禁疗队长砸队长啊。你套化身，普陀宝宝给塞个大，普陀宝宝塞个大给队长，我四个伤害给队长。不用套化身，直接套地图。我套化身了，肯定套化身。
看刮不刮。他刮个锤子大爽，怎么可能会刮了？死了。伤药吃不上的小伙子，怎么可能让你吃得上伤药了？还是有地厅吗？还是没有地厅，他会拉羊户的，算了，别管。武装累几圈了？武装累了两。武装没愤怒，武装没愤怒。你盘丝叫宠吧，好吧，可以叫个宠。盘丝叫宠，普陀的话紧箍咒去勒。勒地府吧，糖果笑地府吧，地府笑了，管他多少分钟，好吧，把地府笑一声，管他多少分钟。出宝宝了啊！出宝宝盘丝，出宝宝出吧，他死定了。我操，他为什么还不死？我操！有屁啊！这是为什么？等我地府管了，妈的，血量还够。他倒没活是吧？他没活，他有渡劫啊。你化身有诅咒吗？诅咒也不行了，诅咒不行，诅咒干谁啊？你干大汉干不了，干大汉干不了。吕耀川的话封武装吧，武装封了好吧，吕耀川封武装，你盘是换人抽好吧，抽地府去好吧，把地府抽了，这不很危险的，把地府抽了。我上个塔，你上个塔，我你上塔上吧。哎呦我操，对面有清净，我操，这傻逼的傻逼，抽地府抽地府。这 PK 他们要么点盘丝，要么点女儿的。我操，强风不死。这边有清净，我没。我操，有清净的红套中。地府都没动嘛，没蓝毒了。可以压化身，也可以压化身，压地府，压地府，地府压了，压地府，糖果压地府，地府压了，好吧，吕耀春去封武装，把武装单封了，把地府压了啊。怎么压？怎么压？你诅咒，我的法莲，把地府干了。嗯。怎么压？一万多，我操，搞不死了。9600，法莲死了。2400乘以四，乘以四。9600啊，别算了。还是要扎手，还是要扎手。他给地府塞了。他给地府塞了，你把他地府抽干净，别让他刮晕力，好吧？别让他刮晕力，然后再打。他地府已经干了，他这回又卡不上。你看他卡不卡得上吧？他上回都没动。笑地府啊，一定要笑地府，一定要笑，我笑不了，吕耀春笑吧。嗯，可以，他卡不上，吕耀春笑地府，好吧，吕耀春笑地府，普陀继续砸他那个地府啊，地府砸了。你抽化身吧，你这不抽化身？抽化身啊，我抽化身了。OK， 你抽化身，你抽化身，我套化身，我套大好吧。我要活呢，宝宝吗？你活宝宝，汤锅你活宝宝，你把分的留守左手金青就好了。化身的塔什么时候上了？刚刚上了。我自己接。下回要狗，他下回有应该做。我套他吧，妈，万一他够了，他们裂开了。我说了吗？糖果，你留手金签，解了干啥了？我给女儿送开了。不是这样，我解了才可以金签。就是那24、97，他是我解。我怎么紧箍咒才勒1595啊？不对啊！
1669是对的。他有灯啊！我操了！灯回，哦，他小灯还回了一点点，对，五段的小灯。我操，躲避了，抽不干净，这边活上了，死不了这边。哎，没动，拿金刚的，我操，他点了，他地府没蓝呢，上盾了。啊，也不灵，硬不灵。他武装是清风的是吧？他武装清风的，那下波一定要给他地府禁掉了，把他砸了，他地府死了。下波可能有点杀，他没顶你血啊，他地府都没活、啊。禁你要砸地府吧，地府禁你要砸地府吧，地府砸了好吧？你吕二春的话去封对面的队长吧，队长封了好吧？化身把金金放了，化身把金金放掉。嗯，我就把化身笑掉，对面的化身可能有金。温静，你那能不能给我的虫顶一个？啊，我按防御了，我想顶个毛，你按防就行了，赌神呗。妈，那我不用了，那我打赌。你看我吃一个他就可以进清了是吗？是的是的是的，要解的好，不解的话减三的愤怒还真不够。我跟你说是这个意思。你地府有蓝是吧？有蓝给我立着，有蓝他死定了，砸到了土地补土毕竟大唐火他发生累了那么多圈了。吕耀春要强风把他武装封了，有强风武装，你盘丝的话去偷对面的化身蓝吧，化身蓝偷了吧。你诅咒化身，你够诅咒吧，糖果。那糖果加法莲吧，糖果先加法莲，加法莲，加法莲砸了哈，加法莲砸了哈，快点。那你给我加法莲。进了不够。加法莲砸了哈 ，OK。砸大堂，那我不进了他大堂吗？不进了，不进了，砸。有风，别进了。我觉得他们也如此。快胀气呀、啊！藏心给丢，来不及，来不及。开个灭炎炉子，他地府卡了两个小蓝嘛，其他刚好没蓝。奥数了，鹈鹕吗？哇，自己还有。我还得吃伤药，不吃伤药还得死。他上回死的那回顶了两个小蓝啊，我们补的又比他快了啊，有速度圈比他快了，我吃回蓝顶上去了，他抓我了，之前就比他快。又顶大金吃上药没哦，吃上药了，肯定吃了，就砸大堂，把大堂砸了，好吧，葡萄继续砸大堂，糖果拉速度圈，把速度圈拉了。吕耀春的话封武装，把武装封上，一定要封武装。你化成效果了是吧？化成效果了，那你套化身，别让他活地府了，我这把不勒地府去，这把肯定不勒地府。你妈的，我这宝宝怎么不回蓝呢？武装的经脉，哦，有那个魅影，操！他化身都累了好几圈了，都快诅咒啥化身了。好了，活上了，也无所谓吧，有瘴气。点杀了对面。没有，拿什么点啊？点不了。啊，大堂够了，破血了，破血都不够了，好吧，不理他了。
绿。嗯。谁有灵智？把对面武装凝了呀，把我们武装留了呀。是女妖村有灵智。不行，女妖村这一波的话，得去封对面的女妖村，得去封对面的武装，把武装封了。谁笑大唐？有强风强风，对面大唐刚破血的，笑大唐干嘛？不笑，破血过了吗？不笑不笑，活血活盘是盘是活了，好吧？活血活盘是，你盘是的话，抽对面的，抽对面化身了吗？化身能抽了吧？抽化身了吗？化身能抽了。没带灵智啊？没带灵智吗？带了刘云啊？不对啊，你问一下白小菜，我跟他说的带灵智。他说有灵智，我有灵智。那我等会出去切换一下。哦，好。你凑他就别抽他了。这边都把点杀了，坏了。出地府啊？嗯。小问题，死了都是小问题，真就行。跳了吧，去不去？跳了。竟然没用消灭相胜者！我操！我要是给你盘死姐就好了。对，我给你姐到血没了。女妖村真地府，把地府真掉啊！女妖村真地府。糖果，你这一波，糖果，你这一波去反校手对面的武装，把武装继续反校干净，好吧？别让他走什么东西了。OK， 你普陀雷啊！哎，你普陀砸吧。你普陀砸可以把大人打砸死，砸吧，砸了哈，砸了哈。不砸，我先挂了，我先挂地府了。这地府很沉，砸他好像大唐要死了，砸他。配速四号是配的，死不了的砸，要输法电也不一定死，确实死不了。那只能砸的是地府，我把他化身套了。哎，你女妖村多少愤怒啊？强风有没有？没有没有。头上有花，头上有花，那你封武装吧，我套化身。我套化身，我们化身套，离谱的砸地吧，地不砸了吧？不要算封武装了，单封就够了。他大狼用过一把破血，少了以后两回合塔了。糖果够笑不？糖果够不够笑？把对面的队长笑掉。不够你普的笑呗，你普的笑队长，把队长笑了吧？那不砸了好吧？啊？怎么？我普的笑了，笑了 OK， 笑了 OK。下回我起来直接先把他武装要进了，不然三合一了。好了，不要扣，别扣武装，你就扣化身，那别让他里面抬。行，那我扣化身。我不知道干嘛了。不知道干嘛，你上塔啊，汤瓜。塔没有。我咬宝宝。哎呀，躲避，我操了。一火上。汤瓜要这回四号跑了，直接赢了。我没伤药了，我操！我宝宝最慢，我没伤药了。他到哪里了？妈的，这把金鹰出来裂开，他很伤。妈的，他就很舒服。这把金鹰，你那能配化身吗？配不了，配不了。我佛拉起来，好吧，我佛拉起来。普通的宝宝塞个大给盘石，盘石扣药，扣化身的药，就扣化身的药。OK， 女妖村的话，你这波能上塔吧，卡上了，好吧，上塔吧。2500，2500，2500。你套普陀啊，别让他打颠倒了。有人吃伤药吗？哎呀，糖果你给我吃个伤药，死不了。糖果你给他盘吃个伤药吃吧。嗯。2500，2500。我操！没火大堂。
等下不可以进聊干他大哈。四千八他好像死了也不顶用，他很少掉了血，他没活过是吧？没活过那也得进聊干他。2500、2500、2500，啥个4800、9000，一万了。我1500的蓝单记得给我。我给你顶，我给你顶。他抓我了，我给你顶吧。谁给我吃个回蓝回溯啊？我给你吃个，我给你吃。我高速给花生吃吧。OK， 女妖村的话有强风封五段吗？五段封了。韩氏的话，尽聊大行啊，把大行砸了。OK， 尽聊大行砸大行，把大行砸了。韩国活就活，韩氏活了。他捕捉你笑吗？要么套。他捕捉不理他吧，他放让他放好吧。你把他大堂砸死再说。没啥意义，你给我吃回来啊，宝宝。笑不掉他，没愤怒。你套话是吗？很残。砸碎必死，我上了血要死不了了。我操啊！我有技能吗？那怎么活啊？他准备给渡劫。我不断也残，他花生也残，他花生紧箍咒都快累没了都。我都没放，我都没放。女妖村下不够笑不？我不够笑了。9+2=4，够，够，确实够。不对，不够，11.3啊，发酵不够。不够，糖果就笑好吧，糖果笑普陀，把普陀笑掉，笑普陀，离普陀的话就勒对面的，离普陀就勒对面的化什么化神勒了好吧，勒化神鲫鱼勒。你盘子就氮气啊？普陀了，我封普陀了。你女妖村封普陀啊？可以，你封普陀封。盘丝丢瘴气，要么开毛，先瘴气再丢毛。他地府也快够了，哎呦我操，我笑不掉他吗？他地府也快够了。他地府早呢，四回合躺，我们都没输出的，紧箍咒虽然一直掉的。下去小化身，我操了个 DJ 的，他玩的很残，我跟你说。是很残，我的恨不得想把他化身砸了。他遭个火上了，关键是高速顶栏拉起来火没办法，你没套中啊，套不动啊。他活了多少？没注意。7000。没有，下把弄化身就行了。别管大堂。他当然有盾，你还砸不死他，砸不死。糖果你得活血活五段，把五段活了。刘耀春去封五段，把五段封了。盘是抽地府蓝吧，好吧，把地府蓝抽了吧。我怀疑这边地府要消失亡了，把地府蓝抽了。你紧箍咒继续勒大堂吧，大堂继续勒了，先勒。还有伤药吗？谁还没有伤药？吃伤药。有没有给刘耀春吃了？没有，算了。OK， 刘耀春自己吃伤药。我补了1/3血了。自己没大金了是吧？我没了，最后一个可以给自己顶了。我操，没封上天地了吗？哎呦，我套中了。哎，他五刀没动，没蓝了。他五刀没蓝，地府也没蓝，地府抽手是空的，对的。他五刀没动哎。没动你管他那么多干嘛？他没动，他爱动不动。就他又没喝酒对吧，不像以前那没动指定认为是喝酒了，现在喝酒他身上有喝酒两个字对吧，他爱动不动。刘耀春下不得就下地方对吧，地府下了，这边地府确实够了。哎呦我操，没蓝好像不得，对，糖果你够笑吧，糖果，糖果够不够笑，快点。我没有。哎呦，盘丝也笑不了是吧，盘丝笑不了，盘丝零，盘丝笑不了。刘耀春下地方，地府下了吧，这经济不能让他放了好吧。我上个塔啊，韩国你上塔，把塔上了。你盘是抽对面的，抽蓝了，刚地府吃蓝了，把他地府抽干净。
最好打掉。他少爷没那么多龙开，我估计。他全是四号带出，我看哪有那么多。硬开红灯，妈的，女孩头上有花，他也敢出手。他花山蓝估计也不多，活血。下巴得空武装了，有花。刘耀山封武装行了，单封把他封了。韩国加笛子，盘丝加笛子，好吧。这武装是吃的。韩国加笛，盘丝加笛啊！哎，你盘丝。宝宝，你们贴下地形，把地形贴了。我操，他大唐不会比地形快吧？妈的！速度天赋应该是没问题。我别的要求不想，我就想把他大唐哈死，行不行？你这把文哥，你应该让盘丝扣对面化成药的，别加底的。他万一换成推珠子扣到那个小帅很舒服，他换成应该珠子了，我估计。上把扣药没扣到那个小帅还好，扣了一个九转，一个五龙，一个大金。你看，很亏啊！我操，但是他一吃，我们一睁眼两滴子拉满了。我他妈就知道这地府没留灵芝，我操了！不控，雪飞他妈的，那边大唐太快了。盘丝几点灵元？一点。你尽量地府砸地府呗，好吧，尽量地府砸地府。盘果活血活盘丝，盘丝活了吧？活就活盘丝，盘丝活了。吕耀春，吕耀春，要不喝一个吧？喝个走进去。要蓝吗？要蓝吗？不要，满了。谁给我顶顶大金啊？换上有大金吗？我给。给我斧头塞一个啊！四号宝宝要真多，四号宝宝要。这挺大金的，死是死了，还行吧。桃花人都没怎么顶过大金，桃花人顶了两个，但是有瘴气。你要不进行诅咒压把化身给静凉。那加法莲了，肯定加法莲了。那你给我加法莲吧。加法莲砸化身吧，好吧。那盘丝尽疗化身吧，好吧。化身尽疗了，来吧。对你走近亲，你武装套。我血灯呢？套大堂吧。我血灯呢？我血灯呢？那你血灯吗？宝宝全干啊，他有163的。我才一点。必须的，这一波要是运气够好的话，他化身确实能砸得死。近亲没用，我们亲是没用，我们近亲。抗风了呀。他武装天地了吧，难得出一把手。硬挂的，好，现在这边天地四回合了啊，一刀不贴我，没速度圈了啊。
那化身死应该死了，不过他应该是五段人开的，或者宝宝开了金青的，人开了金青的。吕耀春自己拉拉起来喝了，好吧，把酒喝了。韩国，你这一波，韩国，你这一波拉速度圈，拉速度圈拉吧，好吧。普陀继续砸化身了，继续把化身砸了，他地府也累死了。继续砸化身，把化身砸了。地府累不死，他拉起来活着怎么累死？啊、哦，累不死，那里砸化身了，你砸化身了。我给化身的回身吃了。他没紧箍咒了是吧？腰是腰了，你干嘛了？败了，我应该套宝宝了。我不知道他是人开是宝宝开，知道吧？他四号开啊，他四号不还有五龙应该？没有。哎，他化身能勒得死，他化身能勒得死。把云岭开，冰雪的。他化身砸了是吧？你砸死了，你砸死了。哎，还行。可以吧？套杀呀，这多好。他五刀满怒了，普陀满怒，大唐可能也够。这一波满怒是没办法的，盘是出个宝宝好吧？哎，你女儿别放你，我想想，你盘是先出个损好吧？盘是先不管了，盘是先出个损，把损出了。我和女儿吹呢。普陀能不能笑队长啊？不能笑队长，把队长砸了。我能笑，你金吧，那你金吧。吕耀春金了吗？你普陀砸队长，把队长砸了，好吧？队长能死，砸他，把他队长砸了。那你笑吗？笑谁呀、啊？队长啊，万一宝不死，一把金，把我砸了，不管。哎，我笑了。他队长七大肯定够啊，他万人死了，塔都快没了。他武装是不是没蓝啊？他一直不动啊。他没动。天地蓝，他被那个媚眼如丝扣的没蓝了。天地蓝蓝都没有，连一下，他队长也没动，轻轻的。他换上还没有紧箍咒，换上身上没有，干你套上去顶掉了。他武装有蓝了，要去天地了他。直接抽化身了，我是不管他的。抽化身来抽吧，化身来抽了。紧箍咒勒对面的，你继续砸大行吧，好吧？我怕他很少，你砸他大行吧。吕耀春的话，你去封大行好吧？你封大行，我去封普陀，我们防点杀好吧？一人封一个。你化身干嘛了？我操，别加法连啊！哦，他武装应该天地的，这把砸大行，是吧？不砸大行啊，砸大行，到底砸大行砸吧，没事砸。一人封一个，可能。他这把可能是天化身的，不好说。对面天地一回合，下波吕耀春再封他就行了。对面这波牵是点杀的，一人封个输出没问题了。进强金的，不对，化身四分都够的。哎呦，我套中了。对面要是点死我们那个，对面要点死我们吕耀春就完蛋了。他化身没了，还行。雷场化身了是吧？我法力要是能砸死队长，他就扫不出来。砸不死。他亲死的。他活血的，他活满了。还行，没中，无所谓，他们怎么造了？活了七千。连一下死了，连一下死了。法连死了。哎呦，我操，这都没死。没事。贴贴贴。没中，小爽没中就没事。贴，死不了。好像没拿活，你大死亡定化身，你大死亡定化身，他好像有那个，他没上线的。我勒化身，你勒化身，他武装勒了，他武装出来了是吧？要封武装，吕耀春封武装，有大招用大招封他武装，把武装控住。我就套他化身，你抽他化身，好吧？我上塔吧，他化身已经没蓝了，他化身已经没蓝，你抽地府行。你大死亡定化身，我上塔算了，我上塔算了。你们谁有回春给化身吃吗？他化身全是伤，我给化身没有一半三了，算了不吃了，留着就一个回春。没蓝了，封进去。
灌上大堂，他补的也够，应该下把他可以开了金了。大大被效果一手，你有兔龙吗？ 我套了化身了，化身死，他化身可能会死，我套了化身，你抽地府就行了，把地府抽了，抽地府抽地府，旅游村封大堂吗？大堂封了，唐国够不笑，等等，唐国够不笑，不够笑，旅游村笑笑普陀，够不笑笑笑笑普陀，那里旅游村封队长，把队长封了，宝宝打四号吧，小心对面的剑杀啊。他地府没蓝了，你把他抽干净了，这个。他只能杀了我们女儿，他才能赢，杀别的单位都赢不了。只要保女儿就行了，别的不用管，死了就死，换死了都没事。你扯淡！你妈的，换成死怎么打？我全都是伤。没事，开顶箍咒给你勒上了，我的乌龟就给你吃。够了，我操，大唐满血了，那其他单位都没愤怒了。在地府这个点他应该也加了一点防着，这个出宫把大唐拧了呀，没有灵芝，全队没灵芝啊，去哪里去？哦对，没灵芝，没灵芝，没灵芝，女妖村封武装，把武装封了好吧，女妖村给你封武装啊，你盘丝的话，这一波就抽对面的地府吧，好吧，地府抽了。抽他化身啊，抽他化身啊，他地府没蓝。他地府吃了，你用眼睛看行不咯？他地府吃了，把地府蓝抽了。韩国你推防吧，韩国你渡劫旅游村吧，韩国你渡劫旅游村，把旅游村渡劫我们得换一排高山宠了，我得换掉，没啥用，没药了。他宝宝，他亲宝宝也困难，对面。他壁垒都没蓝了吧？应该。他普陀还需要再下手，普陀。他地府也要笑。你普陀现在很忙，你普陀哪有时间了？你普陀没时间换。他这把有点。旅游村的话，笑你们的。旅游村笑地府，好吧，旅游村笑地府，地府笑了。韩国推防吧。韩国推防，那旅游村有惊奇吗？没有没有，我觉得这把真地府吧。真地府，不用争，不用不用争，你三层真的，不猜不猜不猜，你就笑地府吧，地府笑了。那我笑地府。Okay, okay. 你现在有渡劫的，没事。哦，有渡劫。你回头继续勒啊，地府化身勒了。他化身血真的很残的，记不记得他死过了，但是没推拿过，我知道的。你给我宝宝清掉吧，我他妈想换掉。72，你还得给我加法莲，完了我想砸大堂。这把要防女儿了，女儿要盾。女妖村可以，女妖村盾吧，女妖村要盾，有伤药没给女妖村吃一个有没有？我在吃，我高速吃。OK， 你高速吃伤药，你盘丝的话抽对面的。抽对面地方来吧，看能不能把它抽干净，好吧，抽地方你普陀砸了，把大堂砸了，韩国加法那个普陀砸大堂，把大堂砸了啊，
他普通没笑是吧？他普通可能也够啊，没笑是吧？地府笑过了。嗯。他好像没动。6500，他补到金了。补到金掉，操！雷大堂吧，雷大堂把对面地府抽干净，好吧？对面这边有点的，把地府抽干净。你女妖身头上有花，女妖身头上有花的话，你去封对面的。你就封对面的地府吧，把地府封了，好吧，把地府封了，然后把它抽了 ，OK， 防止那边硝霜挂出来。盘石干嘛了？抽了，抽了，抽他封他，好吧，抽他封他，因为对面武装可能会套我们盘石的。我秀琴，你自己没蓝了吗？嗯。什么？我操，没封中，坏了，抽不到。我这波套不中，我们可能挂了一个，可以。没有，他应该是寡队长的。他好像都不一定敢活。引弓，他可能寡队长的。对啊。普陀经过，大堂找了好几手。他下把对面还有点武装清风点。你盘石这一波，盘石这波抽对面的，你抽对面的普陀蓝能抽得干净吗？你抽个普陀蓝吧，抽不干净，抽一手试一试吧，万一把他普陀抽干净了，好吧，抽吧。我封武装，女妖神肯定封武装，女妖神把武装封了，你要封武装，我封大行，我套中的话点不死了。韩国，你把女妖神活满嘛？哎，龙龟给女妖神活满，好吧，你把盘石活满来吧，防对面剑斩，好吧，对面剑斩快了。哇，头上有花封不中。哎呦，我没血灯。地不够了。普陀怕毛的死啊！就是点，就算点死你普陀，就算点死你普陀的女妖神能真了，怕啥？你给我死命雷！你盘是继续抽普陀蓝，好吧，把普陀蓝抽干净算了。韩国，你这波起个九盘吧，韩国起九盘，咱赶这波五号摸了啊！女妖神封五张吧，五张封上。我直接看灭眼卢氏了，他全队都没了。对面这一波，不好说啊！这一波对面，可能剑斩一直没放。对面，你要买血的斩不死。哎呦我，真的先血的。7500，你还差两回盾是吧？124。按过来吧，轻轻放了吧。按过来，轻轻放了，抽普陀蓝吧，普陀蓝一把抽干净了。
合伙人咱葡萄紧箍着勒啊，把华生勒了，把大行勒了，勒着勒，把武装勒着勒。你们大蓝还多是吧？我还有一个事先，我还有三个大蓝呢，你自己吃一个。你们还有五个是吧？一个一个。哦，我哪有这么多大蓝啊？首先，还是还有两个。毛牛，你够了够了。我先给自己吃个回蓝回数吧，他可能又要抓我了，不顶。我们的蓝分给对面一半。给武装补个流云啊。给谁？我们的武装。对面留武装是留过的，但我们没泥啊。我有留言。进没进出来？我操！我那够了。对，把对面真点了。嗯。完蛋了。电闪的。进没进出来？歇一下。这血量不好说。哇，雪妹子！16，16死了，有神药吗？14，没有神药武器是吧？嗯，没有神药武器，普陀的宝宝给武装，普陀的宝宝给武装吃，普陀换逆境。OK， 普陀的宝宝给武装吃啊，化身自己吃个，盘丝自己吃个，龙龟自己吃一个。OK， 盘丝吃两个啊，多吃点啊。已经立掉，那我自己拉直接喝。好，你自己拉直接喝。我给你武装人吃啊！你给武装宝宝吃，我再说一遍。普通的宝宝给武装宝宝吃啊！你别回来回去回了，我自己他妈都不知道怎么弄了。操了，完蛋！我操，我宝宝他妈抗风的。还有什么？他没人，下回三个悟空过去吧，没办法，只能这样。哎，金钱没出来，他妈的，金钱出来死不了，日了。只能三个悟空过去，没办法。对面下波不会点了，我们下波扔武魂，我去给他化身扔发文，我去给他化身扔那个扔无字经。只能你们两个人了，我没地府快。嗯，化身跟盘丝扔吧。化身跟盘丝扔无魂呐、啊，给他们地府扔无魂啊！化身给跟盘丝一起给地府扔无魂，快点！咱们宫宝宝去拍这边的武装好吧，我上了把他摸了。两个武魂不舔梅泽，几点零元？五点，六点的快。点过来呀、啊，宝贝！点过来呀、啊，宝贝！操了个地精！他当然立了，掉中了，轻轻的，这武装肯定要翘，出恶爆，应该死了，出恶爆，嗯，他妈的武装有金，我日，武装要继续把他武装摸死，想杀了，糖果金金掉，好吧，糖果金金掉，对面他妈剑斩还没放啊，对面剑斩，我日了。你普陀这普陀给化身点个血量好吧，普陀给化身点个血量，把血量挂了。哎，你盘丝这一手，要不你干嘛了？又抽了。抽地府蓝，抽地府蓝，一定抽地府蓝，不用想。红宝宝敲武装，把武装敲了，他武装必死无疑。
套了，套不了他了。武装满怒，化身把盾上了吧，好吧，化身把盾上了，上盾上盾，没办法，只能抽对面地府梅兰是吧？那你抽普陀吧，普陀兰抽了呗，好吧，抽普陀。他普陀五号桶一直在开，我把五号桶套了，我把五号桶套掉，我没血灯，他妈套都这么套了。我把五号种套了哈，卡不上蓝的，扛着吧，这女妖伤害集合起来，三活起来。善恶，普罗拉善恶，你这把武装危险，这下我可以点了双眼了。抽对面的地府，地府抽了，他武装可能会天地的吧？等等，我这把武装不能出，好吧？我这把武装不能出手。韩国，你这一波的话给武装来个渡劫，好吧？给武装来渡劫吧。没辙，这一波我也出个，我也出包算了，出吧。他是不是点？他武装有金的，金就点了，抽他地府蓝的吗？不是，这什么昆士啊？我不知道。我操！风中才行啊！他妈顶个蓝就过来了。没给地府顶，拉金刚的，那没好像没配速给地府顶，连了。觉醒无咒，他下把要杀肯定是天地地府杀的，顶蓝，剑杀。哎，你盘丝要不开个幻境吧？你盘是有孤，他可能会见你盘是。我觉得这边干的是化身吧。不会不会不会，要不盘是看看幻境。幻境还不如抽普陀兰把普陀抽干净了。他地府没了，他是不是给地府加的？抽普陀兰把普陀抽了，好吧？抽普陀兰抽就抽普陀兰抽的时候，我今天把紧箍咒解了。没错吧？上一个护对面的护对面的化身，对面的化身好没加血是吧？我呼化身吧，来吧，把他化身呼了。我差了，哎呦，这也不行，我只能套啊，除非套他一手，他可能要杀盘丝，套一手也不行，可以跳了，没事，哦，这还行，看是不是杀盘丝，盘丝有孤吗？对吧？没事了。不知道开心舔了吧，龙龟能不能配速，我刚没注意龙龟能不能配化身呢、啊、不能修行大长贴六千。哎，我也你下把武装人拉盘丝进了队长啊，能不能配我也不知道，我没注意，还要逼得跟他什么，我操，他化身一失血，你人拉盘丝进了队长，
我人拉盘是进了队长把队长砸了是吧？那行吧，盘果活就活盘是盘是活糖果，活盘是。他没剑了，他还把三点剑，我操！我先砸他。他不多一把金。算了，宝宝亲宝宝亲一号吧，好吧，打不动，打不动，打不动。他应该还是继续天地吧，天队长。先挂了。我一顶，他要火队长。哦，这个镜头能解是吧？是的。哦，不是那个，不是那个盘石。妈的，一刀死了！哎呀，我只能出宠啊！我出个签吧。这不眼睁睁看他们点杀了，韩瑟也死定了。还是倒地上是无所谓了，不中小爽。你葡萄教宠吧，葡萄教宠，糖果上盾，糖果把盾上了吧。糖果有没有伤药啊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你给自己刺不能解了，好吧，把不能解掉。好。我这不上盾扛了，我感觉我上盾都扛不住。我感觉我上盾都扛不住。哎呀，女妖村给我塞个大金就好了。明显点我的。哎，女儿说明显给我塞个大金的，塞个后药的，贱的，扛不住，喝药也不行。多少？1.0元，56。我佛拉盘是的，好吧，只能我佛拉盘是龙龟。呀，一号、二号包可以了。二号包拉盘是火盘是好吧？二号包拉盘是火盘是盘是火了。火盘是你普陀甩武魂给你们大行呗。对面这不是现眼的，对面这边还没点，对面这现眼的雷花吧，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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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武装吧，武装雷了吧。你先雷，先雷。我不雷了。这边还有点，下回双眼。对面上地心了。开毛开毛盘丝，这不赢开了吗？嗯，没毛了呀。带了几根呢？两组啊。两组啊，四根啊。好像很危险，我操我！无间了，无间了。你盘是幻境术换的吧，好吧，幻境术换掉，化身上盾，把盾上了，普陀你随机砸一只吧，随机砸一个。糖果宝宝打五号吧，把五号砸了。没辙。你普陀随机砸一个呗。没天地啊！妈的，这都五号了，也刺激的，这五号。这大狼伤害哦，第二刀暗爆了，一滴真阳。成功的，等到五号盘死，我这盘两下才能盘得死。
哎，传到一次。我操，六千！妈的！我没顶个后药嘛，化身给自己死一手吧，好吧，我操了，化身给自己死一手，好吧，能死舍得上，舍不上拉倒，好吧，普陀也死，吕耀川是不是快活了？吕耀川，盘是出个阳护呗？盘是出个阳护吧，阳护出了吧？盘是没有阳护，盘是出宝宝出壁垒吧，快点出吧。我宝宝拉他吗？拉不起来，不拉了。有无间地狱怎么拉？拉不起来。我也没拉药了。没修转，哦，不是不是，没大金了。哎呦，神的其实已经神了很多下了。我操，我神住了，也被虚死了。下局了，收了，看来不能明着开了，真的，妈的，对面大难伤太高了吧，这伤害高的，妈的，化身那把惊奇没放出来，紧箍咒没解掉，哎，那把化身刚好被笑掉，你吕耀川要带灵芝啊，一定要带灵芝，没灵芝全队没灵芝，就指望你带灵芝了。打三攻的话，你带那个打三攻的话，你带慈航好吧？妹子啊，人呢？被小双挂死了，不会？别跟我说呀，开始。我跟白小菜说的。他让我来顶半小时，他自己还没来。这边打的其实都已经没蓝了，妈的！这边个别五号宝宝一直在那里顶蓝、顶蓝、顶蓝，一直配速在那里顶蓝。感觉我们扣药扣的，感觉我们扣药扣的不够好，得多扣点药才行。有灵源，有灵源就得扣，感觉。确实扣药扣的不好。这边所有单位都是个没蓝状态。他那个大航速的比我们地心快是个大问题。我高速地心快，我八百九打速的天赋比我们地心快。准备。